分它不会有翻转的问题，第二个里面有一片群，我们是做整片的，所以你想要怎么动怎么玩都没有那种走光的效果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只穿 S 号，弹性已经这么好，所以我说 M 加以前拜托买 S 就可以了，不要买到太大，自己斟酌一下。这里面全部都是冰滑料，反正现在靠在你肌肤上的地方都很冰都很凉。小个你也不要担心长，这个我们从150到160 170全部都测试穿过了，基本上就是今年最漂亮最流行的一个长度了。那屁股的部分我觉得也修饰的非常的好，然后有黑色跟我们的灰色，黑色的部分就是非常基本百搭的，大家一定要带面料给大家细看一下，它就是我们的太空棉超级厉害的面料，做比较薄款一点，所以呢更凉更舒服更舒适。跟着巨人狗时髦大走走，请给爱心哦。